浪费啊，浪费人啊。够了吧？好漂亮！小心点！谁不聋哑？别摔了啊！谁不聋？你说他要是一下没扶好，会不会摔？那个腰包掉下来不会？哎呀，那个不行，那还磨着。来了吗？哎呦，太可爱了，这是。为什么呀？他已经飞来了。那个好逗，给大家表演一个鼻孔实习。这个是谁？不是上面那个。是的，好好好，那我先下面去。不动了。还一起跑到那个上面去了，还一起跑到那里。哎呀哎呀呀呀呀！看眼睛了，好像他睡着了。走一走。这一只，啊，底下还有一只。来吧，小姐姐呢？走，该吃的。哇，他会还会屁屁啊。
咬了一口，不好吃。我看看口味，换下一个。给你再加点。这一局他上不去了。他不打算下来了。他睡觉了。我们上去坐一下。我可以跟他合到影吗？下来。干杯干杯干杯。走。这个到我这个不知道怎么搞的事情。老竹子的，这个熊猫爬在那个树上荡秋千。哪个你刚看那个竹子哈？飞了飞不动的胖的，我家胖了那就来了，全部都入侵了，胖的话，一下子的那个，哎呦。这个熊猫睡着呢，老蹄子嘛，望仰望天空，傻登登的啊。在哪里洗澡呀？我跟那个他妈妈。
他不变的话，他是躺在草丛里，他太阳他这么小时候，没有，他是一层被子都被子用，太阳看他都是散落的，这么小时候那个光直接看宝宝在月亮上房太阳上房说一下哎说话起来了说话起来了起来了我就说这是说话吗什么说话哎呀又躺下了哎刚刚那天啊真的来又躺了他在想啊他应该是想拖一个过去哦这么慢没有飞没有静静看一下哇宝宝你看到吗我快看到吗对不对我想给他拍个照照他你看又得走了他真的是想拖一个走了啊你看得到哈走了
乱玩玩，哎呀，其实害怕了我的眼睛和他。明明可以放到十二个大。我操！他在给你拍。哎呀，他好可爱！人家不在回应你了吗？人家在营业了呀。对呀，人家可会营业了。他不想吃。那个好像醒了，那个他走了，你看。等一下，看一点吧，快点，我给你。不等你了。嗯。他们也太凶。只认得到他，其他我只认得出他，其他我都不知道哪个是他的弟弟。来吧，他去挨着他躺着吃。拍一张，他们要回去。Yeah.